在遥远的面积星球上有一个充满 bug 的城市，这里的牛是会飞的，人是能在水上跑的，面包也是能成精的。哎哎，你们这群稀饭别追了，不要吃我呀，城市都被你们做坏了，警察都来了，怎么办？没路跑了，我跳卡住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我只是个擦窗户的，没看到我正干活呢。这个被追的就是我，一只面包精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诞生的。作为主角，生而为面包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不甘心被吃掉，所以打从出生开始每天都在逃跑中求生。警告警告，城市中心受到金刚的袭击。这哪里是金刚，分明是树袋熊。哦哟妈耶，不就吐个槽吗？干嘛射我啊？这期视频才刚开始啊，就要我死掉吗？我好歹是个主角。罢了，这样结束也好，至少不用每天逃命了。哎，怎么突然停止攻击了？我操，这哪来的大神，太牛逼了，要是我能成为他就好了。喂导演，票子出来。为毛我这个主角只是个战斧炸的面包？你不改剧本老子不演了。别别别，不过改剧本是不得行的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回炉重塑一下，好的吧？行吧。这他妈还真是物理上的回炉重塑，不知道靠谱不。哦成功了。哼，现在我看谁还敢欺负我。这的确没人欺负了，刷，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就是你想怎么城市给毁了？不是我没有，别乱讲，少废话，拿命来！你个傻狗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拜大哥，今天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大哥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。狗哥说他是时空管理局的，负责维护时间的平衡，目前在追捕一个破坏时空的罪犯，现在罪犯逃到了未来的时空里，他希望我能帮他一起拯救世界，这种事很危险，虽然我是拒绝的，但在看到大哥挥舞着拳头抚摸我的脸颊的这一刻，充满正义感的心告诉我，大哥我去还不行吗？别打了。想要穿越时空，首先我要拿到时空穿梭器，这不就是个手雷吗？大哥确定没搞我？感觉脑袋有一点拔凉拔凉的气息。然后献祭掉一只小母牛，召唤神兽机甲，再开着机甲来的时空大门，就可以穿越未来了。听起来还是蛮简单的，不过这他妈谁设计的？卡住了根本过不去呀、啊！算了，还是自己用脚走吧。这就是未来了吗？狗哥说还给我进行了改造，拥有超能力。不过这屁股上插两个机甲就是所谓的改造吗？让我试试看。超能力呀，无敌面筋卵，可以自由伸缩自己的脖子。这未来的车都会蹦迪的吗？待我抓一个下来开开看。走你。这你妈是谁开谁啊？再来试试其他能力。超能力诺兹军师啊，给人类装备上诺甲就可以收其为小弟。这罪犯居然奴役人类的为他发电，不行，我要拯救他们。戴好诺甲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罩着的。小老弟别跑了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你停下来啊！别别别，卡住了卡住了。算了，你开心就好。什么声音？大护法喜羊羊，织成羊教授，就是你小子在这里捣乱。看来这个不穿衣服的变态就是这里的罪犯了。这小子居然还会悟空术啊！不过没关系，让我使用超能力打败你啊！超能力三，机甲变身，我他妈直接开挂机甲变身，感觉充满了力量，喜欢电疗是吧？我来给你试试轰炸疗法。你小子别得意看我咬人。二护法秋名山老司机拓雄，热爱开车的他练就绝招雄车一体，金鱼摆尾，巨斧开小路，马尾拍苍蝇。这家伙伤害不高，烧化不少。看我武当踢云中，左脚踏右脚，再利用旋转所产生的热量形成的上升热气流，强行欺骗牛顿。虽然看起来有点鬼畜，哈哈，只要我飞得够高，你就打不到我。小子别得意，我还能咬人。有请最强护法狙击手拓警官，要你飞得再高也逃不过。就这，喜欢咬人是吧？那你会善于，这就叫废物再利用。有传说门。应该是任务完成可以回去了吧。这是哪儿？我的装备呢？你总算来了。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？不对，你没有眼睛。我是未来的你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，局长应该告诉你我是罪犯。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会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，出来吧，我的替身，人类的本质。没想到吧，我还是个替身使者。没想到吧，我还是个替身使者，还真他妈的是个复读机。别给我吐槽拖剧情了，这来了肯定要打一架了。这家伙居然可以预判我的攻击，不论我怎么攻击他们都可以完美的躲开。小逼仔自己的招数都是我用力了的，怎么可能看不破？而且在这个空间里，
你不能使用 bug 和超能力，只是区区凡路而已。路头火箭头，剑刃风暴。看着你是过去的我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加入我和我一起统治这个世界，这样就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欺负吗？从一开始就被欺负，不知为何降生在了一个城市里，还被迫穿越拯救世界，站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要是我能成为他就好了，要是我能成为他就好了，成为他就好了。为了和他一样成为英雄，没有 bug 和超能力又如何？今天你就要倒在我的剑下。打不过就想溜，别想跑。最后一击，这个城市由我来守护啊！如果你杀了我，放心，我永远不会成为你啊。终于回来了，现在我这也算是个英雄了吧。警告警告，城市中心受到金刚的袭击，又是几个树袋熊。来得好，这回轮到我来拯救城市了。为了这个城市，老子和你拼了。谁把灯关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微笑，自己醒一醒。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就是你啊。病人眼睛已经保不住了，生命体态垂危，需要立刻抢救。抢救什么？不过是一头瞎鹿罢了。他可是拯救过城市，谁看得了？现在奥特曼的直播拍卖了，谁还在乎一头瞎鹿？听到了吗？你所保护的人类是如何对待你的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。可我想你活下去。拿起你的武器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看来我要不行了，但我伟大的计划不能停下，把我的意识传到过去的时空里，希望有人能继承我的力量。哎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怎么是个面包？快看，那有个面包，看起来好香啊！别跑！你们这群稀饭别追了，不要刺猬啊！我们时空管理局就是要维护时间的平衡。精彩。